来开来开，八点啦！小雨走在那，哎呀，在哪里？你想要加入单人赛啊？他刚刚站在单人赛啊，他自己站在那边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！这个八点的可以再一次吗？啊，来了，我是投的欣赏好看的，哇，这么凶啊！太凶了吧？还是掉了？他比我的，他是我的。这一件是意外奇袭39届，支持酒驾加重惩罚，所以支持鱼骨加重惩罚。关联，那我们可以这一次就收吗？你要超过200就惩罚。哇，这怎么玩？200就惩罚。我们对鱼骨零容忍。是不是太少了吧？零九不挖矿，挖矿不喝酒。你这个不是对鱼骨零容忍，你是对挖掘零容忍。木头都不要挖了啦！天哪，太夸张了！任何酒驾零容忍，好不好？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开酒不喝车。200，这一次跟往常一样，都一样，就只有这个鱼骨，我们对鱼骨零容忍。好，这个那惩罚还是一样吗？这次有22个人，是不是？21个、啊，21个。我想说，迟到的人就自己一队了。哇塞！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我好想要一个人一队哦。是，我也什么问什么问题？你可以等我讲完再问吗？哦，好吧。哇塞！不尊重人，这样做学弟，这么做学弟，别心。我跟你讲，他今天零容忍哦，你不要逼他。地图大小一样是500哦，这跟往前以前都一样，好不好？那个小鸡跟以前都一样，那个游戏难度还是一样，同队也没有伤害，这都一样。嘿，对。然后也不开放地狱，这些都跟一样，可疑的汤没有这种东西，好不好？可疑的汤，好，没有这个。14本，然后最不一样的是第四本，那个应该是第四本吧？随机缩圈这个，哦，对，就是你开场就知道了，我不跟着队友。不用多解释，可以，可以了，这个解我会跟你讲，好不好？不要跟你好。自己都看是不是你是我队友？对，然后其他的要特别讲一下，那个100分钟之后有上下也会有限制了。要注意一下，不已经没有那种叠高高啊，或是躲在地表，这已经零容忍了。然后那个有挖矿挖那个石头有机会喷肚鱼，0.5%的机会，挖200个会喷一次。好，所以你如果200个鱼骨之前都没有喷的话，就是运气还不错，捡乐透。好，然后那个弓箭伤害减半。好，尽量你们用肌肉对撞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个很快而已。有什么问题要讲？问一下。小鸡对鱼骨惩罚还不同啊。我比较不懂的是为什么要那么严苛呢？同伴闭嘴。零容忍啊，因为我们零容忍啊，对啊，因为酒驾国会那些大门都不去开会。我懂，懂了哦，懂了。立院style。我们零容忍好不好？零容忍。小鸡要记得，他预估惩罚不是200。就没了，他200会惩罚一次，之后每200哦，对，所以每挖每百哦，然后再惩罚，挖到400再惩罚，这样。哎，继续喝啊！哦，我应该要请作者要加重惩罚。哦，第二次是要强制执行了，对不对？强制执行，作者惩罚作者的意思吗？总之就这样子了，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没有了哈，那个有问题的私下问队友哈。好，开始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墩墩，啊，是五块便当，口力便当，嗨，墩墩，嗨，那个今天过，好，过，好，好，过。下一个人 S 一队，
那谁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峰，新人一个，请多指教。啊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换我了。那个38届的时候，我还可以第一个自我介绍，今天已经没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他们两个被踢掉了，有点太快了，有没有？只有你是小姐，下一个改名大姐是就比较底线太强了。汪汪，哦好，三尾木木犬过。哎、欸，好，那个恭喜紫色那一位刚破百万订阅，下一个刚，我有时差，我有时差。在哪里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音乐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繁星，新来的小心一点哦。仙人杀手宣言出现，真的哇塞！新来的威严吗？新来都活不过一分钟嘛，对不对？太凶了！仙人杀手要来了，嗯、小心背后、哦，小心肩膀哦。跟仙人杀手很像的，多一下哪一位啦？所以上次那个超便宜的便当到底是？还要讨论这个？下一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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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失去发言权了。我是哈记，阿C要关了。大眼泪啊！反正你们也没在用啊。下一位，突破盲点。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。哎，我是我们 H 3的 C 位，好不好？最中间 C 位，下一个 C 位，听不懂，听不懂 ，C 位，枪位，枪位。Hello Hello， 我是小鱼，我刚刚搬家，好累哦，终于赶上 UHC 了。我们明天要搬家了。啊，我们明天累了，我们明天累了，明天累了。一起累，一起累。来，一起累，一起累。留下一个泽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泽平，那个指定墩墩，你什么时候要搬？哇，什么东西？指定。哎，什么东西？干嘛？搬吗？我搬台中，搬台中。搬到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换闪闪。我是闪闪，下一位。闪闪，嗨，我是鬼鬼。鬼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我是杰克，下一位。克，哎，我是泱泱。我发现到后面大家的话都变好短哦。下一位。圆圆，下一位。圆圆，大圆，你真的很圆圆。我是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的下一位。团下位，团下位，下位，送下位吧。就是要团，鸡鸡下位，下位，泛滥，泛滥，下一位。没了，没了。肥肉，什么肥肉？还有一个啊，还有一个，还有谁？一个，最后一个，什么肥肉？肥肉，最后一个，肥肉，肥肉啊！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谁饿了？谁要肥肉要分队了吗？肥肉，最后一个才没介绍，最后一个。哦，我是新人，我叫雨兰，那希望大家不要欺负我。我是不可能，不要急，不可能，好凶啊！班带啊，班带，太快了，快了，快开开开！哇，跟小鸡一样，哇，红队，对啊，赶进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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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小鸡，我要跟你解释了，想解释吗？对对，就是你跟他解释，哇，慢慢解释，慢慢解释啊。希望你不要再挖我脚下，好吗？飞了飞了，没戏了。也是啊。下楼喽！好了好了，下楼了。不喜欢这个颜色喽！我不喜欢。哇，哈记的颜色。哇！今天要小心哈记喽！好，小心哈记，小心哈记，小心哈记，好各位。哈记有加持喽！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厉害！赢了。还有玩过原谁啊？好啦，屁孩下去了。鬼鬼怪为什么都不下去啊？鬼怪快下去吧！我们这一天都不下去的。我要等你哦。哦。是繁星，今天穿睡衣出门的繁星。谁穿睡衣？刚刚是恐龙装，我换回来了。哎，为什么？刚刚那个很可爱。我为什么要凶一点啊？这个刚刚那个很凶啊，是恐龙哎，恐龙很凶。嘿嘿，因为圆圆，
哇，又跟圆圆一对了、欸。好的，哎、欸，圆圆刚刚繁星都穿睡衣出门，都没有看到。啊，深 V 的哦。哎呦，哎呦，10333。哎呦，有没有露屁股？735没有。露哪？你说前后都深 V 这样子。伸到哪？伸到哪？腿吗？可能伸到脚踝吧。好深。最深的那种有没有？性感性。对啊，1234567对。对。啊，为什么那个不来？这样就可以分十一对了。这样就会变很刺激。就两人一组哦。对，然后你会发现我那一队是最早死的，雷炸。两人一组很可怕哎、欸，死一个就很孤单了、啊。而且如果我自己不然雷到对方的时候就，完了。三个人如果只是两个，还有办法搬回来了。你们两个加油哦！我干嘛？你要去虐杀是不是？啊、你今天声音好不一样，你感冒、哦？我吗？对啊。对，我不是你吗？是你。感觉你声音变怪怪的，鼻音吗？有吗？还是讲话比较这样子？我不知道，很懒散是不是？今天这样，懒懒散散的。不然你讲话有点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嘿，就是那样。你问你们聊天室的、啊，听他们的比较准。圆圆一头雾水，我怎么了？聊天室我声音不一样吗？感觉比较黏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感觉有东西黏住哎、欸。你是不是还吃东西？今天口齿不清，卡卡的，口水太多。哎呦，哎呦，饿了是不是？还是你在看食物？我都饿了，天哪！没有，狂灌水中，有点沙哑，鼻音很重，真的假的？你是不是快感冒了？不会吧？15分开始，还有3分钟，要讨论一下哦。反正繁星一定要杀新人，反正我们两个繁星就是要去虐杀的。对对对，帮我做打火机烧你们两个陪我嘛。哇！我第一次听到从队友口中听到这种话，我好伤心哦。你听得不够多。做打火机来陪我，快15分开始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所以。大于那个繁星看到新人就要冲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要跟上吗？不用啊，看你们啦、啊。圆圆，什么？感谢小姐，什么？圆应该也是主战派的哦。我是跟队友派。那你应该会跟着繁星走、哦，那我还是要跟着你们走啊。刚刚感谢鱼喵跟阿鬼，谢谢。不用、啊、你们两个跟着，互相跟着对方啊。你们就转圈，在原地转圈圈啊。对，那我们就来斗牛吧，头撞头。这样子，圆来，两个在一边转圈圈，一直跟着对方的屁股走，然后敌人走过来还在旁边观望很久，这两个到底在干嘛？超有事有没有？最佛系那种有没有？现场玩起那个梅花几月开？对，所以几月开？天哪、啊，到底是哪来的佛系玩家、啊？哎呦，我的材质包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卡住。好了，可以不要装。装了，没有。我的观众说我的材质包怎么没有装？啊，我的观众都是说你为什么要装材质包？因为他们已经看习惯了、啊，就是看我的是这个材质。因为我的材质包长得奇怪，他们都会说，哎、欸，那个我就不知道哪个是什么东西啊。哦，好吧，那我不要装好了。会啊。我一开始也有啊，我一开始也有观众这样，我不理他，坚持己见，我就是要装，就是要用。看来是材质包重度患者呢，已经离不开了，是不是？沉迷了，上瘾。就看原版反而比较不习惯。原版的很丑，不是，我是说嗨。可是 1.14 版本我记得蛮好看吧，好像。哎呀，我觉得还不错，还可以。但是有些要看人、啊，有些人觉得丑，可是我觉得还不错。我觉得困物那些就有做那个反光的感觉，还蛮好看的。嗯。一拳说只好我也装回去了，忘了吧。感谢超级留言。装材质。哦，所以一拳是牺牲没有玩哦。对啊，他说他要洗完澡加、嗯，然后结果发现已经21。对。哇，原本想说就22没杀，可是好像没有，还是没有来。22可以啊，就最后到的人
自己一对啊，像秋风说的、啊。哇，这个超狠、欸，好想你，这个真的超狠的，好想你，是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。哟，老板，我新手机终于到了，开启撒花波浪符。你眼睛怎么这么厉害、啊？哦，对哦，视野问题。感谢随礼，视野调超近的，像是为了玩地图。哎，真的好漂亮哦。对啊，旁边是村庄哇，还有峡谷哎，没看到村庄，那我们可以在那附近。